心将归我们的王国所有。只能使用永恒核心的力量了，他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永恒核心的力量吗？这股力量确实应该由我们手持。我是银河救援队利布特奥特曼，前来救援永恒核心。看样子你好像被沉重的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那家伙揍飞？现在是解放纳斯第四号真正力量的时候了。战斗模式吗？但是这个模式需要巨大的能量，从哪里来？可以用阿波索留特人的能量。那个金色生命体吗？我从伊格尼斯那儿拿到了情报，他有一种名叫阿波索留特粒子的能量，只要把那个提取出来就可以启动战斗模式了。理论上确实可行，只是要怎么才能弄到那种粒子呢？难道你是要……对，我打算借用斯库纳城的和平同盟宇宙射线研究所来吸收能量，前提是我们得把它引到那儿去。我是杰明，我和军中队员还要再调查一下，现在暂时反正就是暂时没办法回去。没办法回来？为什么没办法？我相信奇迹最后一定发光，这个宇宙不容邪恶嚣张，正是因为有黑暗才诞生了光芒，就像我守护你这使命应当。信念之心越跳越强，放肆的成长，为正义冲破一切艰难阻挡，变更强。这些继承的并不是力量，是骄傲梦想，即便希望渺茫也依然奋不顾身闯。信念之心越跳越强，放肆的成长，为正义冲破一切艰难阻挡，变更强。信念之心继承的陈四队长那边，我想办法糊弄过去了。你要做什么呢？简雾，你现在还没有发掘出自己真正的力量。哎，就算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如果无法控制它，也就没了意义。放空内心，遵循自己的本能，慢慢接触沉睡在体内的力量。如果能做到，你就可以亲手开拓自己的命运。开拓我的命运。好了，摆好架势。好的，做好准备。这一场训练会很辛苦。禁止外人进入。不要离我这么近，你这个低等的人类。经过上次那场激烈的战斗，可以判断阿布索留特人盯上了特利迦奥特曼的能量，所以我们专门模拟了特利迦的能量波长，以此为诱饵吸引那家伙过来，然后再利用加恩 Q 的吸收能力，通过蝶形天线吸收阿布索留特粒子，这样就能解锁纳斯第四号的战斗模式了。我和马露露共同负责搭建系统，
交给我吧。我来牵制金色巨人。好的，我去联系剑雾和杰明。他们两个不会无故擅自行动。这次的作战任务就由在场的人执行。我决定这次作战行动代号定为龙。收到。我必须成功。我可是光的化身奥特曼。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。闻到了青春的味道。伊格尼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什么，我也想旁观学习一下。杰明，你能来帮我一起吗？让我来吗？看到你，让我想起了和你一起工作的回忆。我们初次相遇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是我在黑市上从瓦伊路德星人手里搞到的上等货色，正适合给天才小少爷当玩具吧。分析圆盘龙之后制造的纳斯蒂斯号，终于要正式完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到阿波索留特粒子。请问这段舞蹈也是特训的一部分吗？不要想东想西，放空自己。你为什么我也要跳啊？我看你好像对自己的命运也十分烦恼。那是因为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啊？啊！不不不不不，我就算了，我是很随性的宝藏猎人。是吗？我看你似乎为某件事所困，导致自己看不清身边的情况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好吧，我会考虑的。好的，行动代号龙启动。明白。收到。特里加的波长图形已确认，七号模拟成功。好的，金色肌肉巨人就等你来了。说了和肌肉没关系。原来如此啊，希望你们这一次一切顺利。又来了，大家都打起精神来。你在哪儿，特里加？启动完毕，吸收能量汲取，开始。这是在搞什么小动作？行动进入第二阶段，启动完毕，震动波，开火！启动完毕，震动波。什么？这是你们设的陷阱吗？全体队员，让他见识一下精英色旅队的天才。非常乐意。要有毅力。太好了，我会跳了，耶！还是笑容最适合剑雾了。哦，微笑吧，微笑吧。看来你们两个人已经可以敞开心扉，互相理解了。哎，然后是最后一步。由你来引导他。
你为什么要战斗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保护大家。那就是你梦想的未来吗？我梦想的未来。静悟，你既是光的化身，同时也是人。光的化身是奥特曼，同时也是妈妈养育的人类珍重见物。我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绽放笑容。谢谢你，杰明，让我回忆起那些事情。没什么，我也会变强的，一起战斗吧。利布特，这笑容不错，现在的你肯定能去开拓自己的命运了。宇宙幻兽全奥义，钢力破牛拳。你们几个忘了我们之间的盟约了吗？我才不管呢，变成特利迦的真中剑物只能我来干掉。怎么是黑暗巨人？看来这次我们的目标一致啊。都听着，这里就交给他们，我们回到纳斯丁斯号上。非常乐意。收到。终于完成了，一定可以了。那战斗模式的能量问题就解决了。紧急升空，切换的战斗模式。收到。收到。我们就帮你们到这里了，我们撤。再见。区区人类也想夺取我的能量，笑死我了。你们彻底激怒我了。特利迦奥特曼不可解，一决胜负。迪亚波罗，永恒闪耀特利迦启动完毕，闪耀栽培利敖，照亮宇宙，超古代之光，特利迦奥特曼。永恒闪耀特利迦，你好像和上次不一样了，有意思。侦察系统没有问题，武装控制系统一切正常。很好，纳斯蒂森号进入战斗模式。战斗模式。
内开火！你的枪和弹夹可以借我一用吗？你是指胜利神光棒和超越之药吗？是吧，奥特曼连这种事情都能做到吗？我们奥特曼借用人类的形态后，如果没有解放光之力量的道具，就没法恢复成原来的形态。利布特奥特曼启动完毕，加拉克西乌姆，拯救生命，银河之光，利布特奥特曼，利布特奥特曼。我们上吧，解雾。好的。闪耀利刃。多亏了你，我终于看清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既是光也是人，我会接受这样的命运，好好活下去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的笑容里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。是，微笑吧，微笑吧。
张仁，这是利布特给你的，什么情况啊？启动战斗模式后，除了司令室以外的房间全都会变成一团糟。太惨了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看起来心情不错呀。是吗？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。我也是，身为幽莲的后代，我会试着正视自己的命运。挺好的。好的，我们三人一起加油吧。哦，喂，无视命令的两位，赶紧来一趟司令室，队长超级生气哦。快点，完蛋了，张仁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啊，张仁。阿布索留特之心，只要他没事，你就是不死之身。可恶，我绝不会放过他们。准备返回王国吧。永恒核心目前看来暂时还不会威胁到我们，现在需要优先对付的是光之国。要慢慢接触沉睡在体内的力量了吗？那么黑暗特例家吗？真是有趣。启动完毕，黑暗灾贝里奥，遮蔽未来，极致黑暗，黑暗特例家，黑暗特例家。特里加奥特曼，耻笑灭亡，微笑吧，微笑吧。